Hey, they look like this motherfucker. Action.马上要送过去，现在是11:45，过去刚。今天啊是17份，今天20份，今天点了大概5个品种不一样的，有一些是素菜为主，有一些是没有猪肉的啊，照顾每个人的需要。这里的菜还非常不错，待会儿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开箱。<笑>还行啊，昨天有点多，我就让它不要装太多，然后。混在一起的就不好吃。很多人对那个制片的工作不太了解啊，对制片组啊、制片人啊，然后这些相关的工作非常不是特别清楚。那事实上，这个工作的话，就是应该来说是，从头到尾各种方面都包含了。总体来说就是一个，保证这个制作的一个顺利的一个。支持性的部门吧，然后当然也有就是属于是 creative producer 这样的就是属于是创作性的，就是在参与创作这一块的这个producer， 那这个是在比较前期，然后还有就是一个。Investment 就是投资方面的一个制片，立项投资，然后再有就是创作，然后前期再到前期就是各种方面的准备，统筹安排，包括请人，请各种演员也好啊，那个主人也好啊，这些都是在 production 这个工作里面，然后在拍摄的过程中就更细了，就是。 小到那个清洁、打扫、收拾干净，然后整个团队的吃喝、用啊，所有的，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包括临时的一些搬动啊、搬运啊，这些都是 production 这一块，然后包括安全啊、一些指引啊，然后。 非常细，这个就是保障这个整个拍摄的顺利、安全，保证质量，然后确保万无一失，都是 production 这一块的工作。Scene two B take 9. Action. 大楼 ，Yo， 小宝，what's up？ 我是陈主。 Damn music. And they've been doing the same shit to me all the time, bro. Hey, yo. The new girls aren't here yet? Hey. They look like this motherfucker. Everything else, we're done with the scene. We're just this an insert shot. You want to do this in MLS? Oh, yeah, this can be MLS. What are you looking for?